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定名由特首指定法官處理相關案件。行會成員湯家驊相信特首必定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不影響司法獨立。但他認為中央駐港國安機構對特定情形的管轄不應該包括執法和審訊，以免衝擊基本法。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仲審議緊，更多細節曝光，包括由特首指定法官審理相關案件，有別而家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分派。資深大律師行會成員湯家驊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傾向維持由首席法官負責，但認為有關的改動亦都唔影響司法獨立。呢個可能係即係對於委任個法官嗰個認受性或者個權威性係更加高嘅層次，但係實際上嚟講，我覺得你都跳出唔到呢個即係首席大法官嘅意見。老實講，特首退都唔會認識所有嘅法官。既然係咁，點解要咁樣定呢？俾人一個印象，我同意，似乎唔係好信任首席法官。咁事實就係我哋有位新嘅首席法官啊。咁呢個新嘅首席法官係明年至上任。咁會唔會中央係覺得對佢認識不深咧？我唔敢揣測。對於正籌備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內有中央委派嘅顧問提供意見，特首係咪唔應該就呢個議題諮詢對方？湯家驊就話係屬於特首決定，但形容問內地顧問有關香港法官嘅質素係超乎現實嘅情況。被問到除咗係設顧問，中央仲為香港設維護國家公署，係咪唔信任特首？湯家驊唔同意，佢相信兩者嘅分工唔同，國家安全屬國防外交，特區唔夠經驗，有需要設立顧問唔會話曬事，唔係有咁大嘅酌情嘅空間。如果冇觸犯法例，就算佢意見幾強烈都好，律政司都不應該提出檢控，檢控亦都不會成功。至於特定情況下由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管轄，湯家驊估計涉及特別難處理的案件，認為法例應該列明定義，但是管轄不應該包括執法和審訊。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制度裏面的東西，因為屬地原則的關係，我們的司法體制是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嘛。我們不想見到的就是一個體制之外有另外一個體制同時間在香港出現嘛。這個是 我覺得會是對、就是、基本法會有一定的衝擊。他說草案列明要遵循相關人權公約，相信有關罪行的定義不會太闊。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